原来鲮鱼仅仅是饵料，而秦大哥口中的母猪壳又会是什么呢？我以为抓母猪壳咱们要去猪圈呢，没想到又来鱼塘了。我们现在赶快把这个鲮鱼喂了吧。哦，它是要趁母猪壳只吃活的，趁活的啊，那咱们赶紧喂了。母猪壳一会儿就要聚集起来，来吃这个咱们下的这个鲮鱼。鲮鱼入水，闻到腥味的母猪壳便迅速发起攻势，不一会儿便聚集在一起。好多鱼呀！看看看看看看，我来看看。哇，这个就是母猪壳。对，大哥，这为什么叫母猪壳呀？咱们本地咱们都叫它母猪壳，就是因为它的这个长相。我看它身上有好多这个小黑点点、小黑斑。咱们的那个当地的很多的猪，然后特别是母猪身上就有很多的花斑。哦，像小母猪身上的那个斑点。对，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呢？这个母猪壳呀，跟到咱们的猪发起疯来的时候特别像。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这鳜鱼便是当地人口中的母猪壳。这种鱼名字怪，长相怪，脾气也怪。从它那地包天的大嘴，像锯齿一样的利齿，就知道这家伙不是善茬。不过也正因如此，它的肉质却异常鲜美，深受食客喜爱。干烧母猪壳、清蒸母猪壳、剁椒母猪壳等都在盐亭餐桌上饱受赞誉。秦大哥又会如何对付这个怪咖呢？我们今天做一道超级下饭的浓汤酸菜母猪壳。那我们第一步要做什么啊？第一步我们先要把我们的浓汤做出来，一定要用到我们至少400斤以上的猪的棒子骨。啊，要不然它骨龄不够。然后它的这个骨头与骨头之间的交织就达不到我们超级下饭的这个概念。下饭的基础要从底汤开始。老母鸡紧随猪棒骨下锅，配合猪蹄、火腿，汤底的多种风味在水和火的共同作用下混合交融，撒入花椒，把一切交给时间。我们先把这个锅烘一下，要保证里面没有多余的水分和水蒸气。我们抓紧时间。下我们的花椒，把火关到最小，用锅里面的余热，我们去把它烘开。花椒还有个神奇的功效，也是我们今天菜里面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个去味素的作用和综合香味的作用。大哥终于把这个秘密给我讲了啊！这是我们四川人每一个人做川菜的时候都需要知道的。在胡椒、辣椒还未来到我国之前，土生土长的花椒已在千家万户麻香了千年之久，川菜江湖中花椒的地位更是不言而喻。秦大哥是个典型的死忠粉，今天他要带我们见识一下自己多么花痴。玩个碗，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了啊。我们不用碗，不用碗，我们用个百宝袋。百宝袋，所有的美食放在里面倒出来了，它就会变成一道非常有用的一道食材了。哇，这个花椒真的是现在烘完之后我感觉很浓的麻味儿，麻香，但是里面还带一个酥字儿啊，麻酥麻酥的香味儿。对，它那个酥是经过我的鼻腔之后啊，感觉回味无穷。对，这就是我们川味的麻味里面的灵魂味道啊，必须要有的。利用擀面杖反复碾压敲打，直至成为花椒碎，油脂会出来的更多。为什么这个花椒要这么碎？就是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既要用到这个花椒，还要用到这个花椒炼出来的部分的油脂，就要用这个花椒然后来做我们的今天的主角母猪壳。我们的主角终于要登场了。对，里里外外均匀涂抹，油表极里汇聚麻香风味。5分钟后，食盐进行二次腌制。1分钟的盐浴过后，清水洗净，接下来酸菜出场。
我们要把它切成什么样啊？我们要把它切的稍微小一点，但是不是切成碎。我看您对美食这么有钻研，为什么就是这么喜欢美食呢？从小在家里就看见自己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做各种各样的饭菜，想把每一道美食不仅让自己吃到更好吃的东西，同时也能让我自己的父母能体验到美食是什么东西啊。猪油化开，加入酸菜，酸菜消解猪油的油腻，猪油增添酸菜的肉香，两者相互成就。炒好的酸菜放入坛中继续发酵，悄然出香。此时浓汤也正好熬制完成。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酸菜放在我们的这个砂锅里啊，一定要用这个砂锅啊。为什么一定要用这个砂锅呀？因为咱们这个鱼不用火去煮它。鱼不用火煮。我们把这个汤里面有杂质进去。这个是过滤。过滤，过滤一下。过滤掉汤中的杂质，只取最为精华部分，加入炒好的酸菜，盖上锅盖。小火慢熬片刻，酸菜中的鲜香融入进浓汤中，风味绝佳。尝一口，来。尝一口，一人尝一下。好。嗯。嗯。咸，香。鲜，甜。对。我们要把火关掉，快速的把这个鱼放进砂锅里。焖住是吗？对。这样就行了。15分钟，因为这个鱼的肉质特别鲜嫩，实际上是不需要大火去煮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开始一定要用这个砂锅？哦。砂锅具有良好的保温性，利用汤底的热量把鱼肉焖熟，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鱼肉的鲜嫩。酸菜、小葱、辣椒再添香辣，淋上酸菜浓汤，一道开胃下饭的浓汤酸菜母猪壳便大功告成。这么多创新的菜品啊，这些创新的想法都是从哪里来的呢？来源于生活，而且也来源于我身边的所有的好朋友。秦大哥平时比如说研发出了什么新的菜品，是不是哥几个都会聚在一起？这是肯定的。一道道创新菜品在演绎美味传奇的同时，也反映了绵阳人对他的厚爱。推杯换盏，情感交融，幸福的话题在欢声笑语间也暖了起来。